你看他头发进来就好好的，干嘛要洗头呢？就确实是好好的啊。对呀、啊。门前太细的哎。等一下，我就洗头就好了，就不要。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剪我、啊？我不是不想剪，我很想给你剪。我是觉得你头发很好。我帮你被你剃光头，我都很开心。不要这样。好，再把它丢回来，去梳下一片。好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来回那边弄半天？对耶。然后直接梳它。上色，好，放过丢过去。我来。好，梳。有没有记得这个动作？好，你会省很多时间。好，学下来。而且你每一个发片都会弄得超干净。我懂你所有东西，我懂你今天早上所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跟你妹常吵架？很常啊。真的、哦，天天斗嘴的那种。对对，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吵架，然后隔夜吵，我们就是吵架，然后下一秒直接和好那种。哦，那这算是好姐妹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吵，真的很常吵，但是都算吵架吗？可能不算，因为反正就真的下一秒就和好。嗯。那也不会道歉那种。这样也蛮好的。就对啊，这样很好。帮你洗头。然后它这个呢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很香，我靠，真的闻到了。OK， 你等下消毒费。没关系。不然你等下拍，还没有差不多。没关系，错了没关系。不要这么生气。不是，我本来就没啥，我没什么偶包，可是头发那边是例外。哦，我懂。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们之前拍 MV， 我头发蛮多到这边，嗯，然后之后呢，就那时候被剪到这边，嗯，我大哭，对啊，正常在哭吧，可那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跟我说什么，哎，是你不习惯呢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哦，对，很多人都讲，可是那个头发是我们的，感觉就不一样，真的，而且我那时候就正在留长，然后也留很久，我懂，你妹回来了。还好吗？哎、欸、呦，哎、欸，不一样哦！哎呦，好漂亮哦！人家是不是男朋友嘛？突然很奇怪，你们那发色好像哦。他带点红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看吗？哎呦，哎呦好看哦，好看哦，好看吧？哎、欸，你妆脱了，我知道啊。你要补一下吗？你要补一下，不要。很要补啊，拜托你补。你的包包在哪？你借我你的。我昨天拿哪一个小的？拿好，拿小的。拿小的好。真的很明显，很好笑。你干嘛要这个样子、啊？不是、啊，开玩笑。为你好。对啊，一样漂亮。哎，之前有人失礼，我鼻子长痘痘，然后脱妆。他们一直说我鼻子在那巧克力冰淇淋，就我那时候我知道他是脱妆，我就故意在那说，因为那是冰淇淋，对，我就故意的说，哎，你鼻子怎么了？你鼻子怎么了？然后那个人还拿那个卫生纸沾七八擦，然后我在那笑，鼻子脱妆，然后叫两个直男，他就是以为我鼻子受伤，然后还想拿卫生纸帮我擦，然后擦擦擦，超好笑的，就是这姐姐的二长妹吗？对。哎，你鼻子怎么了？你鼻子还好吗？你真的很讨厌。对，哎，好严重啊，好严重。就跟你刚刚，哎，越戴越不行了，看吧，完蛋了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不可能还没订阅，来吧，营业中频道吧。我们的开店趣事跟精彩花絮都在上面哦，赶快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